你真的不死人了，俺当你老太你当我说不，俺把俺多钱卖给新茶，正好几百公里钱敢落地，你敢拿块地啊给他？该看伢茶没有你用开锅啊，可又快没过来地啊哟！伢茶又面又烂，唔敢也是，你怎么给我赤手煮粥啊？平时你又讲两兄弟冇泥巴，俺就你两兄弟喂。亲兄弟都名声中，莫你推茶的事，刚刚茶都还两毛黑，吃着公鸡就算哪样？早爱茶了，傻呀，这么傻给我？俺看到李西家，俺傻卖皮皮呗，卖多呢，卖有什么开呢？你呀、啊，真的挑三个去用上哦，几千块个一只蒜，你卖什么开钱？俺随便借超市卖是也没省钱哦。啊，冇我啊，多少钱买着你？真的几都有钱，俺三家可以来，你再不可能还报警呀我呢？好喂好喂，俺可以呢。老板，你才可以来的。你死哑巴烟香嘴。你干嘛呀？奶奶，冇事哎。刚才老听到嗯，听到个，要查过去。